话故事里头呢，公主跟王子是从此过着快快乐乐的生活，但在二十一世纪呢，公主可能因为逃漏税要上法庭的。这是西班牙的公主，西班牙的公主呢，她这一次呢，因为其实是因为她的先生就驸马爷逃漏税，其实已经整个案子调查了四年了，本来检察官是不打算起诉公主的，可是呢后来实在是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觉得她参与太多了，所以呢现在决定起诉她，所以她会成为西班牙王室第一个被告上法庭。她如果说判刑确定的话，会被逐出王室，我觉得他可能要被关哎，因为他要确定的话是要关四年。对，我在想会不会坐牢啊？哇，那么这样的话，王子跟公主同时在监牢里面过着快乐的日子。可是你看最近泰国的王妃，哎，对呀，也是被逐出了，对呀，公主比较难吧？对，家族里面有人有参与。